我说，前辈，你好歹也是虚仙境的大能啊，为何也要如此狼狈的逃跑？你有所不知，兽潮一般维持一个月左右，开虚秘境最不缺的就是妖兽了。要是硬碰硬，我耗也能被耗死。如非必要，还是躲着走的好。原来如此，所以三位掌门是因为兽潮被困住了吗？那倒未必，以他们三人的能力，兽潮不一定能困住他们。也许是被别的什么绊住了。等到晚上，兽潮就会短暂平静，先找个地方躲一躲。到那时，我们再寻寻看。太虚秘境当真不凡。再不凡，也没有你本人不凡。你当谁闯秘境都有麒麟和幽影相伴的吗？哎呀，七家旅行好处上系统在，宿主你就偷着乐吧。安全了，兽群往另外一个方向去了。哇，如今天色尚明，等到晚上还要许久。不如向里走走，这洞穴似乎很深。也好，这次进太虚秘境对你来说也是一番机遇，干等反而是损失。传闻太虚秘境有一部登仙的机密。这个传闻已经流传数千年了，真假不知。从我稚童时就有所耳闻，至今未见一人成功。倒是隔三差五就听说有修士在太虚陨落，可不可以一步登仙不清楚，但可谓三步一险。难怪双影当初特意叮嘱，不至天元三境不可闯太虚。以你的天赋，何必强求登仙的捷径？你飞升只是时日问题罢了。还是说你想尽快同姐姐？瞒不过前辈慧眼，只是我和嫣然身份差距太大，怕惹世人非议，还请前辈暂时保密。放心吧，我什么身份啊？玉仙门堂堂老祖，还能随便与人八卦不成？这种事当然是直接找当事人八卦比较有趣。嫣然十年内必定飞升，我已立誓十年内一定做到与嫣然共同飞升，唯有尽快提升实力，我才能光明正大站在他身边。不错嘛，很有觉悟，世上难得有情郎啊。易如瑶好感加30，陆莹好感加20。似乎越来越冷了。啊，前面有东西。哼，运气不错，这是杜宾冷泉，泡一泡对修行很有好处，还能治愈暗伤。好凉。这么冷，真的能泡吗？你试试不就知道了。哎，等等，哎，啊，如瑶前辈。啊，抱歉抱歉，怎么样，冷不冷啊？易如瑶，露营好感加10。嗯，居然不冷，有一股热流包围丹田，游走经脉，舒服。哎，你们也快下来。啊，昔年旧伤似乎都治愈了些。好玩儿！突破了！太棒了，主人！杜宾泉果真有奇效，再泡一会儿吧，稳固住境界。嗯。大胆人兄，竟敢擅闯我的地盘，受死！尊者何必动怒？我们只是不小心误闯，这就离去。啊！少废话，浸泡了我的冷泉，那就把命留下来。这龙听不进话，先打服了再说。只能如此了。大无我，笑话，不知小辈。我吸。大王，别搞笑。和陆莹躲远点，免得误伤。是，有点眼熟。去。修为不知却还有一些，这只巨龙看起来修为不输易如瑶，身体能力更胜一筹。估计不是秘境，飞升不远了。用了，天雷群，引。我听到灵魂的感觉，小飞弟，是你吗？啥？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。小兄弟，你早说你是萧飞大帝的传人，我不就不动手了吗？你也没给我说的机会啊，浪费了一张复制卡，幸亏。这只龙我见过，狡诈阴狠，
但罪不至死。以前给主人见一次批一次，后来很久都没见到了，主人还以为他在哪个角落栽了跟头，原来是躲到了太虚秘境。圣玄宗五年一次的考核正式开始。一个连圣玄宗的门都出不了的人，竟然敢不崇拜武家王城。白墨淘汰，下一个。系统，使用一次顿悟机会。第五层料了。身为魔主亲子，纵然第五层又如何，我圣玄宗不收。那就继续。真的让他九层六去了。秦宇啊秦宇，当年留你一条命，你在大荒苟且偷生不好吗？非要来自取灭亡。赵殿，李清河，秦家血仇，今日必将让二人血债血偿。秦宇，你的修为不可能，他明明已经经脉尽碎成为废人，怎么会？那我真正让人来吧，秦宇。检测的游戏程序遭受到恶意代码的破坏，部分功能现已受损，玩家现在将作为游戏大 boss 六魔头开始新的冒险。这都是些什么呀，退出，我要退出游戏。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，怎么办，我们已经被人都逼到无路可逃了。快跑啊，他们来了。主爷，这就是你说的欲要证明主角，先要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现在够了吗？还不明白吗？父皇已经抛弃你的废物了。从今天起，主爷我就帮你开启修为，选一把。我是世上最强的剑。谁能给我送点吃的？我要拆了你！人类，借你小命一样。不可能！你明明已经和凡人无异。不，饶我一命！接下来，就让我见识一下无敌剑域到底有多强吧。